现在我们继续研究前面讲的那一章经，先看那个世纪所以，各位就看那个62页这个世纪所以了。按照何晏机解，所以的椅子当庸子讲。世纪所以呀，就是看呢积日所行用之事，就是积日就是当天呢他所行用的那些事情啊，那就在这个看他当前呢他做的这个日常所办的事情，这就是他，也就是眼前的事情。那么这个好明白，在这个观其所由呢，由根据那个季节里面讲，由当经字讲，经过的经字讲，观其所由就是啊，观察他这一桩事情，这个事情就不是日常普通的事情了，那是特殊的事情。特殊的事情呢，就看他这个事情啊，他的经过是如何，经过有一个特殊的事情，你要从他的这个开始是怎么做的，在中间又经过哪些个过程，最后才成为那一桩事情。这事情无论是好事是不好事情，凡是特殊的呀事情啊，都可以这样来观察它，来观它，这是非常的事情。察其所安呢，这个察字啊，就是把这个事情无论是平常的事情还是这个特殊的事情，每一件事情他这个人在做完了以后，你就很细密的啊，来查他，查他的这个，他这个表情如何？所谓表情是什么呢？有的做了一种啊善事，做了善事啊，拿着这个财物啊布施出去了，看见你布施出去很欢喜，有的是啊布施出去啊懊悔了，又感觉到这个，哎呀，这个钱拿这么多布施出去，我自己后来要用的时候没得用怎么办呢？又后悔了。在布施出去以后啊，或者是欢喜，或者是后悔，这个都是啊不容易看得出来。这就要看我们呢，要很细密的、很详细的查啊。查就像那个警察一样啊，来侦查他了。那侦查不容易一下就侦查出来的呀，要慢慢的来侦查。
这就是就一个人的他表现出来，做一个善事或者是恶事情，他表现出来呀，都可以去查他。放在举的例子是做的善事情，有做这些恶事情啊，或是偷人家东西、抢人家东西，是偷是抢，或者是罪恶的事情，他过后啊，害人的事情呢，他过后又懊悔了，这就好的行为。那么害人的事情做完之后啊，感觉很欢喜，做得很对，这就是不好的。他这个人呢，是坏到那种程度，已经害的人呢，自己感觉很欢喜，一点没有这个懊悔的意思。这个是粗浅的讲啊，这个当中也有时候啊，这个陷害人，陷害人的时候啊，他自己表现出来呀，感觉到自己感觉不愉快，这个害了人以后自己表现不愉快呀，这个心理要再往前，这可能有两种，一种是感觉懊悔，哎呀，害了人这是不对呀。一种是更深一层研究，哎呀，害的这个人呢，害的不够啊，那这个心理很复杂的，所以察己所感这个察字啊，比前面都比较难一点。所以后面那个黄侃的书就讲了，各位看那个63页这个黄侃书第三行开始讲，他说识是知识也，直接就那种事情啊来看一看，观的是广展也，这个又宽泛一点了，那就不是直接就那种事情来看了，也许那个事情呢特殊的啊，那个不是一下就看得清楚的，叫广展，广泛的来观来看它。察呢是沉吟用心程度之也，这个察字啊，好像是用很深沉的心理在那里沉读，沉读就是在那里揣摩，在那里想，用心思很深入的在那里研究，这是先讲这个视观察这三个字，再分别起来讲，今日所用的意见呢叫做识，当日所用的日常日用行常所见到亲眼见到的叫做识，而从来经历之初，这个叫做观呢，就是难以观察，叫做古言观。
情性俗啊，这位隐身隐，看他事后啊，看他的表情，他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性格安置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事情做了以后，是他自己高兴呢、啊，还是不高兴？他安在哪里？这是最为深隐的、啊，他是很深的隐藏在他自己心里。啊，我们普通人都没有他心通，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啊。这个儒家的办法了，他就用个茶字，哎。茶字既然是最为深隐，你查怎么查法子呢？这个就在这里我就奉劝各位了，中国的圣贤书啊一定要多读，把圣贤书都读了之后记在心里，圣贤讲的这个话了都是经验阅历啊，根据圣贤的话记得多了，就能够啊把一个人的很深的那个心理啊都能看得出来。孔夫子在《系辞传》《周易系辞传》里讲：“吉人之词寡，躁人之词多啊。”吉是吉祥如意的这个人，他是这个人呢、啊，很吉祥的。平常无论什么时候，都是吉祥如意的。这个人呢、啊，他的言语不多。寡，言语很少，啊，言语很少就代表他是一个吉祥之人。为什么是吉祥之人呢？他心里是在那安定的，心里很安定的啊，他不说话在意，说话呢都是啊，不用很多的话。一句话说出来就把这个意思啊就表达出来了，多余的话不必说，这叫寡了。躁人之词多，躁是心里很急躁，他这个话说没个了的时候，你跟他说话了，他不让你有跟他说话的机会，他就一直在那放鞭炮一样的，一直在放，这桩事情说完了，他有另外一桩事情又出现了，另外事情说完了以后啊，还有事情又出现了，这叫他的词多啊，言辞啊，这是代表他的心里很急躁，很浮躁。一个浮躁的人呢、啊，他的心里你可以知道他心里不定的，心里不定的人呢、啊、他对于外面的人事一些环境呢、啊、他自己做不得主，处处受外境外面那个这个境界来影响，这是一个浮躁之人。那么这是举这两句话的意思还很多，孔夫子说的话，孟子所说的话，以及孔子弟子们说的这些话了，让我们研究人的心理，来查人家的最深隐的心理啊，只要把这些圣贤所讲的话我们记得多了，自然一看就明了，甚至于人家不说话，
他这个面部的表情在那个稍微在那里有点变动啊，你就看得出来。所以这是这个茶虽然是很难，只要把书念多了就不难了。那么这个都能够看得出来了，是观察大家都有能力了啊，那你在社会上你跟人家相处，你所亲近的都是善知识啊，最底下的都是正人君子啊，你跟他共事情他不会害你的啊，你跟他在一起研究学问，在一起学道，他会跟你互相啊来鼓励的，这就是交到好的朋友了。那么如何交到好的朋友，做事情如何找到好的伙伴，那就是在这一章经里所讲的这三句话，在这上面用功，平常好好的用功啊，一方面用功观察人家，再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照着上我们自己来观察自己呀。我们遇到人家说话是不是也是也说的没了的时候啊，这个自己也注意啊。后面两句话，人言素在，人言素在呀。人就是你所是观察的对象，搜呢是隐藏的意思，言当盒子讲，经过是观察之后，任何人他何能把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人啊，他的学问，他的道德，整个这个人呢，他想隐瞒呢也隐瞒不起来呀。所以何能搜在，搜就是后面讲隐匿的意思啊，隐匿就是隐藏。一般人的意思都是希望啊，把自己的不好的事情，所做的不好的行为，自己把它隐藏起来，不想让人家知道啊。好的事情呢，有一点好的事情就希望人家知道，这是一般人的心理。把圣贤书念多了，你就知道中庸里面讲成于众，行于外。一个人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，自自然然就是表现到外面了啊，成于众，行于外啊。那这个你对于那个一个专门研究的人，对于哪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的话，他一看就明白。你比如说当警察的人，他在公共场合里面一看，谁是惯窃，是小偷，他看得出来。那个谁是哪一种品性不端，他一眼就看得出来。
这就人言所在，人言所在呀、啊。嗯，成于中，行于外。嗯，那么我们现在是修道的人，修道人更重要。修道人一方面自己修的时候，你要有善知识，要勤精。但是你要是像人家介绍这些圣贤之道的时候，你也要了解对方的他是什么心理呀、啊，他是什么根基呀、啊？嗯，这个是你把这个圣贤书念多了，也这很妙，自自然然的就能看得出来。人言所在，人言所在了，嗯，逃不出，嗯，你这个读书的人，现在是64页，子曰：“闻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师矣。”温是什么呢？是温习。孤啊，是一件学道的学问。而知心，心呢，有心在这个心学的学问，根据黄侃的注解，这旁边各位看，孤呢是为所学以得之师啊，原来学的已经学到了这个事情，心呢？就是既是所学心得者，嗯，这就是每天都要心学的心得的。后面呢举这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读书啊，就拿这个读《论语》来讲。我们这个昨天把《论语》前面讲的啊，这个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这一章，把它背熟了，也把其中意思啊也明了了，这叫啊叫做所学以德之师啊。心呢是现在我们有的啊，闻故而知新，可以为师矣。现在有心学的这一章，这一章经，心学的这一章啊，现在是学，但是昨天学的那一章呢，嗯，还要温习。温习包括那个经文的背诵，把经文的把它关合起来，自己就背诵啊，背诵在想里面的那个意思，想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个这个视其所以这个三句话。古人注解只是那么简单，注解那几种啊，我们现在研究也是根据古人注解讲那几条而已啊。大家在温习的时候啊，怎么温习法呢？
把那个经文当然要背诵，不要忘记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意思，除了温习明了那个意思以外，古人注解的以外，我们再把它付诸行动，我们拿来就是观察人，观察事情啊，观察任何人所，不管他与我们有关系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拿这个来试，来观，来查。为什么呢？你做学问嘛，你这样预做，你然后就是愈能培养自己的视观察这种能力。为什么呢？你拿现实的社会上这个人群，社会上人群各类的人都有啊，有那些慈善家，有那些这个作奸犯科的人，有是普通的人，有无限犯过的人，有意思啊这个造恶业的人，多得很呐。你就是要用心思来根据他过去的言论，现在又有什么言论，这个言论呢，过去言论跟现在言论与他的行为有哪些是相合的，哪些是不相合的，你都可以观察嘛。观察的结果证明圣人讲的话啊，确实是这样。那你就是真正是得到了，得到，而且这个学问是自己真有所得了，而且用起来呀，你一观察任何人，马上就观察得很清楚，不会错误。那么就是稳固啊，知心呢是每天要接受新的知识，每天还继续下面这一章一章节还继续在研读之后，把已经学好的再来温习。所以这一句话呢有两种讲法，一个是稳固，把已经学的那个经文呢要来温习，自己也实验的照经文来学，来练习。一方面呢还要继续读这个新的没有学的这个经文来学知心。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温故而知心呢，就把前面那一章经我昨天也背熟了，意思也明了了，我还要继续研究那社会人群各类人士啊，来研究，来试，来观，来查。这样之后啊，好了，从故之中又知道心的意思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圣人讲的话了，不是我们一次就研究明白了，我们就是去用行为去实践力行的话，这也不是一次就试验就学到了。一个人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，他的人生阅历不同，他的是这个接受社会的大环境给他的这个感受也不相同，有不同的境界，不
不同的感受，你对于圣人所讲的话有一层一层不同的它的意义都显出来了。这就是靠这个稳固，我们不能说把这个我修好了我就放在一边了，我就够了，我就能够用了，那不够，真的不够啊。那就是所以说是人呢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就凭圣人讲的一句话，从现在这个年轻到年纪壮到年纪老，一直自己都可以能够受用的，一直都可以在里面呢知心，知道他的心意思。前面讲颜回把孔夫子的讲的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回去跟其他人也讲的一足一法了，这一法他就知道心的意思啊。我们研究学问，研究的道就是这个研究法则。那么这样的话可以为师啊，可以传授人家的啊，把你所学的学问，你所学这个道可以传授给你的弟子。你换句话说，你就可以有资格作为人师了，可以为师矣。作为人师要具备这个条件，能够闻故而知新。闻故而知新就是两种意思，从故之中你随时都知道有新的意思。再说一件所学的固然要闻习，天下之大，学问之多，学无止境，每天都要学新的学问，不能固步自封。这是孔子讲这两句话，这才是啊，作为老师的人呢、那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大家在座的有很多是老师了啊，固然要对于这张书要好好研究了，就是没有在学校教书啊，你要发菩提心，要弘扬佛法，或者就是要做个君子儒，要把中华文化能够弘扬出去，这就不管你是不是在学校教书，你都可以做社会的老师啊。教育有学校教育，有社会教育啊，还有家庭教育啊，你都可以，人人都可以为师了、那么这张书是这样的研究。下面那个一句话，子曰君子不欺，君子不欺，先看后面那个褒贤的注解。褒贤注解先讲这欺这个字，欺者各州所用啊，各州所用就是意思啊，凡是一个器具啊，它只限于它那方面的用处。你比如说各位手里拿着这个笔，这个笔就是用具啊，就是个器具啊，它的周于用，你把它用到这个周，这是周啊，是很圆满的意思，用到最圆满的时候啊，它只是写字而已啊，就是这个它有它的用处。那么你要用笔来做用两只笔来做筷子，用来吃饭，那就不行了，就不是它的作用了。所以它的周于用啊，
他只在他的范围之内啊，发挥他的用处。至于君子呢，无所不知了。想到这个君子啊，孔子在这说不欺呀、啊，他就是不像一个工具，不是一个器具，无所不知啊。师道庸子讲，无所不用啊，哪里都可以用。所以后边你看这个有解释了，其实器具，一个器具有一个作用。黄侃书里边就举这个例子，比如说周、车、叔公啊，周是这个水里面那个船呐、啊，车是陆地上那个车辆啊。那个车辆不能开到那个水里面去，水里那个船呢、啊、不能在陆地上行，这是各有用处啊。这是这个古人用比喻，但是这个研究学问跟各位讲啊，我们研究学问就是用研究学问的态度来啊，你不能跟人家狡辩呐、啊，你说。舟车叔公那现在有战车，那个是个水陆两用的车，哪个你不能这样讲嘛，那是跟你巧辩呢、啊、那个不能这样说。我们做学问态度研究学问呢、啊、舟车就是叔公啊，你拿那个水陆两用车来那辩论的话，那你是故意找麻烦了、啊、那个不可以的。那么这是一个器具，做一个器具的有它的限度的啊。这就是说，做一个君子啊，不要这个自己限制住自己。这个尤其在现在有些啊，那个他在哪一方面学哪一个学问的专长，就以他所学的专长啊，自己觉得啊，我这个比任何人都高啊，这就不行了，这就是欺，就限制住自己了。君子不欺什么呢？就是孔夫子在后面那个讲这个游于义。一就是七呀、啊，由于一的话，这个一是指的啊，这个施加任何艺术，任何学问，那现在来讲，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、艺术，一切都是专业的。君子呢，由于一的话。哪一门学问都可以学，叫做博学。博学就博士那个博啊，广泛的学啊。但是学了之后呢，不要以一门学问呢限制住自己啊。然后啊，你要用的时候啊，用到哪门学问就发挥哪门学问的长处啊。这就是说，就像孔子来讲，十五而志于学啊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学到最后，你所有的学问都有了，都具备了。具备了之后啊，看我们一个读书人，你能够有哪一方面的因缘，你在政治上的因缘成熟了，你可以从事政治；
在政治上因缘不成熟的话，在教育方面，这个你就会从事教育，啊。那么这个在其他各行各业都是如此，嗯，哪一方面都可以用啊。大事情就是用大学问，小事情用这个一般的技能，都可以用得出去。就不限于一期呀，嗯，告诉我们不要在世间学了一种学问，我就自己满足了，其余的我就不要研究了，那就是自己限制住自己。这是一种讲法，这叫我们博学，让我们了解学无止境的。我们从生下来就要学了，生下来就要学着啊，怎么样吃东西，怎么样的这个学着走路，怎么样学着说话，这就开始学，一直学到老为止，还是要学呢。嗯，那么除了这个意思以外，重要的一句话也是孔子在《周易系辞传》里面所讲的，这个行而上者为之道，行而下者为之器。行是有形状的行啊，啊，形状的，比如说这是有形状的东西。形而上就看不见的，在我们这个眼里看见这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，嗯，我们眼睛看见有形东西，眼睛呢只是执着这个东西是具体的，那它就是气呀，啊，这就是毛巾呢，啊，必得把这个眼里所看的这个毛巾，这个像啊，这个像实际上说就是假象。嗯，我们普通人把这看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东西啊，那是一种执着，不执着这个假象呢，那就超越这个有形体的这些东西了，那叫道，形而上的就是道，形而下的就是呢，看见这个毛巾就是毛巾，始终的我们的念头，我们的执着就执着这个东西，不肯放弃，不肯放弃什么？不是叫你放弃这个毛巾的，是放弃我们心里边这种对于这个毛巾的这种看法，这种观点牢不可破，啊，这种执着啊，嗯，不能把它当体看空了。当体看空什么呢？任何人也不明白，要分析空。怎么分析啊？毛巾呢，啊，就是现在有这个各种纤维，一条直的，一条横的，纵横的两条纤维啊，把它织成了一块布料，再用布料把它用人工把它做成一个毛巾。现在就用这个毛巾呢，分析它原来是一块布料，再一块布料分析它是纵横两根纤维而已。再跟这个无论是纵的纤维是横的纤维，再把它分析啊，一层一层分析到最后有没有这个纤维啊？没有啦。佛家讲的话，分析到最后的极微之微，微到极处了啊，那个是眼里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形状了，
那就极为之为。那用分析孔，分析孔我们还能有明白一点，要当体孔，不要分析，一看这就是这个相就不存在。这个是啊，这是修道就要这样修法。你把世间万法，任何万事万物当体就空，这叫心而上啊。君子不欺，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万事万法啊，不是把这个这个地球它一旦有毁了这一天呢，不必等地球毁呀。地球现在就是现在这个很正常的时候啊，你看这个地球就是不存在的呀，啊，当体就是空的呀，这叫道，你能有这个了解，你就可以修道了，就形而上。君子不欺，就是叫我们明了道啊，不要执着世间万事万物它的一个具体那种形状。你要从具体形状去看，能够看到它的这万法皆空的那个道理，必得明了万法皆空的道理呀、我们才能够破除这个见思惑，破除这种种的烦恼，无明一层一层的遮盖我们的本性上面那些假东西啊，全部才能破除掉。君子不欺是讲这个道理啊，叫我们放弃执着。好了，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